숙제! 学姐常来这里吃东西和聊天，现在少了丫头跟鬼鬼，真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像以前一样。他们一定还以为我们在生他们的气，其实早就没有了啊。上次你跟我们说过之后，大家也都蛮后悔的。所以这次找你来就是想，想一起帮丫头过生日。哎，对了。丫头生日快要到了，你们想要怎么办啊？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丫头和鬼鬼说，所以想说借由丫头生日让大家好好热闹一下。对啊对啊，那丫头啊一定可以知道我们大家的心意。师姐妹可以和好，这是我暑假的心愿。没有什么计划了吗？啊，我们帮丫头办一个 surprise party 怎么样？我们可以一起帮丫头挑生日礼物啊，我们还可以一边挑一边讨论呢。我想到了，还是我们送丫头衣服，不然送包包。哎呦，你挑的东西就贵死了，我们俩一起去买嘛。可是我们人这么多，要去哪里帮丫头办生日 party 啊？那我再想想看什么地方办好了。在操场办，我们操场办。嘿。各位兄弟，我们放暑假了！在这个暑假，我一定要追到荣家学姐。哦，追到吗？干嘛这样啊？我已经跟荣家学姐讲好要去哪里了，只是地点还没确定。哎，给个建议啦，去 pub 听歌好了，去咖啡厅好了。教他跳街舞啦，比较实际。哇！大家都看电影啊，而且啊，你要看恐怖片哦，不然他就拉着你的手说：“哦，人家好棒，不要离开你，好棒，好棒。”现在就约他，现在就约他。小姐。哇！小姐，哎呦！我又跌倒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啊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个哇、哦。这是我自己织的围巾，我从织攀岩比赛就开始织了。第一次织围巾，织的不太好，但是还是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哦。不要说谢谢啦。其实啊，从织攀岩比赛开始。我喜欢你。大头生日那天我也会来啊。我喜欢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在夏天你们干嘛？小天的哦。没有哎，等一下，没有。小天的喜欢。不是现在夏天，你在围那发神经哦。哎，小姐，现在夏天哦。又被人家等一下，那你喜不喜欢他嘛？对，等一下，先拿下酒，现在是韩的小姐嘛，韩系，太爽了，对哦，哥在线有点像哦，哎呦，韩国周继伦。小杰他喜欢我，我怎么会都不知道？小杰。丫头可爱指数10，小杰可爱指数9，丫头温柔指数9，小杰9，身材指数丫头8，小杰9，贴心指数丫头9，小杰9，贤惠指数，我比考试还难呢、啊。你在想小杰哦？还好啦。
觉得啊，小杰还蛮可爱的哦，而且又很天真，如果在一起啊，一定会每天都很开心的。所以小杰少爷，你会想跟小杰在一起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啊，如果小杰少爷没有那么喜欢小杰的话，也不要让他伤心难过哦。而且我觉得小杰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又乖的女孩。如果小杰跟小杰在一起的话，笑成这样，你丢高、哦？没有啦，我是替你高兴的，来就贼啦吼。是哦。对啦，当然啦、啊，你是我四哥哎，看到自己的兄弟获得幸福，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吗？是吗？当然哦，就像你丫头讲的，小杰这么天真可爱、活泼善良，就算你不喜欢他，也不能伤害他，何不交个朋友先？你这样讲，好像有一点道理。不会骗你，我是兄弟吗？所以我现在应该传讯给他吗？对对，快传，快传，不要错过时间。给他好吧，进去跟店长面试。大牙，你在想敖犬的事情对不对？你之前跟我说过啊，趁还没有做错以前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也不要伤害别人。我觉得其实你跟敖犬没有来不及哦，就像我一样啊，我都可以面对我自己的错，你一定也可以。好啦，你不用陪我进去面试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想一想怎么跟敖犬和好。今天晚上大家约好了要在敖犬家帮丫头办她的生日 party， 你应该会来吧。好啦，就像你说的一样啊，自己也要好好的想一想哦。哎呦，晚上信晚上再说啦，我都已经答应要陪你来面试，走吧走吧，我们还要一起去打工还是？好啦。笨丫头，在干嘛？擦地呀。擦擦擦擦。哎、欸，你用这样干嘛？鞋子很超人哦。酷不酷？不酷。怎样？比较酷。胡须章。好啦，哎、欸，今天是你生日哎、欸，你要在这里拖地，赶快去换衣服啊！等你姐妹要来嘞、欸，一起帮你过生日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穿漂亮一点 ，OK？ 嗯。变真妹哦、喔。真妹。快点，拜。姐妹们要来，这样就可以和好嘞。太好了，我生日，订票票，订票票。哎、欸，嗯，今天丫头生日。你要收到什么？不能说的秘密。少在那边无聊了。小姐，看一下谁来了。